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如何启动 iPhone X 的单手模式，就是到设定、一般、辅助使用、开启这个萤幕上方触控，然后只要在最下方的横条往下滑一下，就能开启单手模式。屏幕下方往下滑一下，那就会掉下来，变成单手就可以触控。现在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有趣的开启单手模式方式，就是由下往上滑，再往下丢，这样也可以开启单手模式。两种方式，一个是这样由下往下滑一点，一个是由上往下滑，再往下丢，一样可以开启单手模式。